主机的位置摆放完毕之后，接下来我们来连接计量棒与换网器之间。我们可以从这里看一下，换网器与流道之间连接口都是一样，要调节它的高低，现在一侧高一侧低。我们来调节它的方法就在这里，我们根据水平尺的中间来调节它的螺帽高低上下。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连接体的高度要高于分配器磁口的高度，那现在我们就需要把分配器与模具的位置整体抬高，调节它的调节螺丝。